应该拿我的学生证来了。是我们的体育主任，啊、也是没有他也不会有今天的我。哎呦，不要这样讲，他自己有努力。就是我们以前集训啊，每天每个礼拜二、礼拜四3:45到6:00练球的地方。我还嫌那个训练的时间不够长，因为宿舍老师来感恩要自习啊，然后我们就会拖打到六点。来，我们看一下那个体育馆，第几节课语文？是体育课，他们放了东西。Shout out to Sport Clip man。那我以前没有这样的福利，没有这样的设施。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现在小孩子真的很幸福。他们吃香锅老爷。看体育主任的办公座位，这是他们坐的，这是我四号。然后2015跟国家女队打友谊赛，7号是我。下面那个是 Kido、友俊、佛仪、波波、伊扎蒂。看到小健啊。他的好点是他还没有开始先，他就围在场球场中间。其实这个文化一直有传承到。这个是我做的，是不是？对 对, 对，这个文化。我跟你讲啊，你们现在在荧幕前的、你们，如果你们看到什么球队是在中间做那个东西啊，其实是我， 是我啊，把这个culture bring up 出来的。当然，我这个是效仿那个台湾啤酒队的，陈杰忠做了纪录片，然后我去效仿啊，我想我觉得这东西很重要。他们不只是延伸到篮球队，他也是以球队，他们玩他就会围在场那里，然后还有就是口号啊，一直沿用到现在，他想的口号其实都有一直在沿用。为自己鼓掌一下啊！基本上我们今天的开会就是非常简单，很快速的把这个东西交上去给校长，可是。以前我在学校的名气不好啊，名声在学生的名气很好，坏蛋，但是在训导处啊，然后校长的口碑是不好的。不是啊、但是他没有不好，只是说年轻都有就有调皮，叛逆一点。对，他不是调皮，他其实后来慢慢到高中的时候就比较顺利毕业啊，稳定。什么顺利哦？哎，我拿第四名哎，我79种名次。对啊，顺利毕业很好啊，因为你不要熬到不能毕业，哎呦这样子。他也没有不好，只是说调皮一定是有的啊，每个人一定有一个过程，是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这个人嘛。一个杯子它有缺口，你转过来。它还是圆的，然后你背着看它的缺点吗？对没？你转过去还是很完美的。不要抢我哭啊！不是不是，这个是事实啊。以前这里啊是没有的，是空的，是一个花园来的。然后早上我都会跟我的好朋友 Jason 在那边跑步。早上六点啊，对，我们会跑步的。全部都刚睡醒，但是我们已经跑步了。跑步我们去才去上学，上完课然后准备又是下课去练球，然后练完球我们就是自习完在宿舍再做一个半个小时的 workout。 这里啊 OK， 这里一定有个 thumbprint、手指的，我猜有没有？没有。哈，有我的名字吗？没有，他已经毕业了。咖啡厅那边是弹钢琴的，很多很多很多时候很多女生那边弹都会吸引我的注意力。中学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晚宴啊，什么中秋晚宴、新春晚宴啊，晚会啊，我就在这边开会。我要跟你们讲，我以前做过主持人，是吗 ？MC 是吗？在差不多800多个人，还有一次是在教师节，是在全校的，差不多2000多人做主持。你看上面女生，我们每次在下面。美女，那女的就看下来，呦，那女生看过来的时候，那女生看过来的时候，她是不是喜欢我？就根本没有，她是喜欢我。这训导主任，你有一个学生想要进来的地方。你老师怎么知道？还记得我吗？记得。什么剑啊？小剑吗？姐，金发。什么大剑？小剑。老师好。好，好吗？好。哇。
很久没回来，我是七年没回来，当时以前剪我头发的嘛，剪我前辈超过眉毛，这个头发是违规的，那是职责所在啊。这个我们有个人恩怨，不要介意，不要介意，没有个人恩怨，对我们。就是论事，过去了就云淡风轻啊。对对，然后都没发紧张了，我很开心啊。对，很开心。希望你就是将来就在体育这一方面这个领域，对，发光发热啊。好，谢谢老师，为国争光啊。可以，没问题。为冰华争荣誉啊。可以，没有问题。OK， 好，这还是什么一日冰华人，终身冰华人。好，谢谢，可以，老师，身体健康啊。好。有没有东西啊？很多，快点。快拍他，快点。很多，很久不见，很久不见。习惯了。习惯什么？习惯面你的日子啊。习惯在外面的日子嘛，一个人挑我要什么？不习惯也得习惯。我想要，反正很好看嘞。好看吗？好看。成熟了，帅多了。你不是第一个这样。以前那挺多粉丝在下面的，现在。为什么？哦。你不知道我是谁啊？我只喜欢看你投三分。想当年。对，就是不想要看你投抓篮板。这样才不要玩啦。对，那是你的短板啊。啊，是我短板，把那个短板不要看他。可是我很有印象你投三分的表情。真的吗？真的。你有看我打球了，老师？你以为我明天在底下晃是瞎了是吗？讲真的，你有看的啊？有啊，所以我很喜欢被你投三分。你的三分蹦起的时候是最好看的。然后你的动作是，你会稍微停个大概是半秒，然后还出手。哇哇，你有没有这样细节哦你？看球。哇，搞笑死了。教你走的 OK 啊？准备走，准备。真的吗？真会打。校长你好，小健，可以进来吗？可以。我很怕，我最怕这个怕小健。我以前我还记得我初一的时候，你还记得你有打过我屁股？没有印象了。你就印象了。那时我们记得我们是这个你们不要学啊，这个是不好的行为。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没有一个思考的逻辑。OK， 那时是因为啊玩那个开车啦，我们讲啊，然后就是玩到学生其实不允许的，然后。就被叫到训导处，然后开会了几天，然后就罚我们一人一个大过，然后在家一边很痛的，我那是记得人家不是在边打的，不知道在哪里打。2011年，应该在旧的。啊，对对，旧的，哇，那个我印象非常深刻。哇，三年级，心里的结解开了。这里也是很多人来怕拖的地方。你可以讲一点，二楼吧，特别。这次总共有十层，九楼还是十楼啊？十楼。然后我跑在十楼，然后我们都会跑 ，spring， 全力冲刺十楼，然后跑过去对面，然后再下去，连续五轮。很熟悉的感觉。这次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在一个高地方观望你宿舍是怎么样子，刚冲凉他们，然后他们就哎有了的。走了半个小时都还没有走完，还在走，还在带我去新的地方。现在是要去健身房。嗯啊。大球门。Next team。因为我们装太阳能，因为省电电费高。哦，哇，太重要啊！现在装太阳能全部，主要是收那个电呐、啊，收了那个电哦，那卖回给政府，这样学校也比较节省。嗯，因为我们的电用电量是以工业来算的。嗯，
一栋楼大概一栋这样的楼啦，十楼啦。一个月的电费大概是在多少呢？差不多几十万啊，差不多可以买一部车子啊。几十万是几万？几万啊？几万块啊？全部加起来都几十万了、啊。哇，七栋的。一栋算它一部车大概一个 MyV 的价格啊。一栋一栋一个 MyV，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差不多出 BM 那么小喽。高332。不好很怕啊，他做什么？哇。如果没有高三，没有这个机会啦，到现在是肯定是不会游泳。哇，以前是觉得只是玩吧，可是现在毕业后你会觉得，以前的那些校长啊，他们老师啊，他们为学生铺的这个路啊，其实它是有一定的作用，还是有他们的意义在那边。感恩啊，真的是 appreciation 啊。然后以前我们都会这样做啊，我们都会。上面就有很多篮球员的那个手印啊。哎，这个不是那个谁的？你记得吗？对，小飞鸿啊，凭什么回来？帮 TNT Core 做那个。哦，五十的那个，他是冰河，他是冰河的没？冰河校友。哇哦，哇 ，Dexon， 你在跟我的学长 collapse， 万众期待最过瘾的地方。有了办公室的很多架 iPad， 都是可以。你们 shopping mall 才可以看到 ？No， 冰河这边有人看电视。同学在看什么？这几天了，去训导处一下，看什么戏？可以看戏了没？可以啊。哦，然后你们两个人一起用一个耳机。因为他忘记带耳机来了。哦，可以带 AirPods 吗？AirPods 不可以。不可以啊，会记过。对。OK， 好，我学习啊。OK， 慢慢看，不打扰了。OK。这个是我以前备考的地方，这边最常待着的，还有那一个外面那个。这个楼层呢是被称为史上最快的学生，哎呀，我们自己称的啦。快不是那种很快，但就是比较调皮一点，叛逆期嘛。OK， 如果有跟我同一届的校友们，你们看到这个 video 的话，留个言给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的，对不对？高一文三，二文三三，这边这两个班是最顽皮、最够力的这一排。集合，校队集合。六七，他那个韦德指导师。With the Nike sock and the ball finish guard, with the weight of wet pen, mean blue。啊，偷笑了，现在在那边。Yeah man， 背向我。看他们穿的鞋子。I got see Kyrie。Kyrie？ Kyrie five？ Kyrie five？ Kyrie， 没，那是 local 了。Local。Okay。And then all city ten。棉花糖808 and then 808，哇，你懂比我多。然后 KD five tray 没有错吗 ？OK yes， KD five tray。哇，还有 table， 以前我都没有 table， 现在还有 table。这是学校 provide 的还是学校的啦？这个年是什么？是不是 Japanese？ 没有什么你不懂，这么年这个这么帅，这里受伤了，是髌骨炎啊，按痛上跑这里了。加分析照顾一下 ，OK。打完球叫做顺境，记得 OK。OK。哎，得度啊你。没有了。快点度啊。这边 promo 一下方老师，帮这个我的母校 promo 一下。如果你们觉得你们想要把你们孩子，或是你觉得你自己想要去到一个这样好的环境来念书，我觉得这个资源是很足够让你们去成长。如果你们是真的觉得 ，Yes， 我想要给我孩子有更好的一个环境，或者是想要一个更好的环境。来冰华吧 ，Never try, never know. OK， 试看报名，试看找，不要讲我的名字啊，没 discount， 也不要讲我的名字，不会有优先权。OK， 靠实力，我们靠自己的实力，靠自己的努力拼进来。OK。那我右手边的这个就是你们的学长，你们都认识他，对不对？他是你们叫什么啊？航空母舰。OK， 他的真名叫蔡伟健。
名叫小健可以，他是你们学长，他是2016毕业的。哎呀，我这个那么久毕业后没有回来，其实就觉得蛮感触一下的。有一些话我留在当天，到时候我们再讲啊。OK， 你们就在那边就听我们讲啊。喂，就是那我练球啦，等一下看一下你们练球状态，到时候我再分享更多我的东西给大家。OK， 我们谢谢。吓人家了，就他直接。Another one。就差耳机。他现在拍拖也是什么？讲的是讲的是。一直整拍拖的哟。来这边拍拖也是爽。